看着就是口，小五成目标鱼啊。兄弟们，这一站啊，跑到邢台野沟门水库，来过很多趟，钓的都不理想啊。现在天暖和了，咱们都穿上这个防晒服了啊，咱们再试试，开吃啊。有两个就行了。谁对？还有重新。给我说句啥？嗯。哎，这都是做大活的。邢台也是粘，邢台也是粘。嗯。来。怎么上面漏了？气儿足呗。看来还没多没少。那好。两。好。一杯，沫子真香。啊？沫子，沫子这个麦芽香，真香。水可以先靠边儿。哎，准备哦，炖笨鸡儿，笨鸡蛋。你这是刚来呀，还是走啊？走完了。钓了一晚上。哦。行不行？钓的行不？不行啊。不行啊。你口上全是小胖皮。胖皮啊？全是胖皮。一晚上下水下挺厉害。你说一直捞着水了是吧？我制台的时候，今天下午来再去，就在这儿啊。一晚上就这样的，捞40公分。哎呀，捞挺厉害。上船喽！老一拽绳的。老哥，这是不走寻常路。专找没人钓过地方钓。老哥，据说是钓武昌有一套啊，咱看看他怎么钓啊。啥事儿？保密不？保密。啊？保密。这是钓饵。钓饵。这是星饵。这是香饵，咱开三个人，咱开两筐饵。好嘞，那款做的是拉饵，这款做的粗饵。拉饵呢稍稍软了一点，粗饵硬一点。这咋啊？回回遇着这种事儿，我操！这就往前面下开下地笼了，这又。这有点不像话啊！这给你先来个下马威。哎呦，得劲！不是，有小帘子。还顶住了，这是武昌。这连杆了啊！连杆了。这个还大点，这个有二两，1.5。那帘子吧。啊？小帘子。这个是。目标鱼啊，这是正经鱼，这是正经鱼，呵呵，上武昌了啊，正经鱼，有正经鱼了啊，有正经鱼了啊，目标鱼第一条啊，看着就是口，小武昌目标鱼啊，那又和正经的，对，呵呵呵呵。
目标鱼。中鱼，这个帘子可能鲈鱼。这不是正的。真来了，这是个接口。钓钓武昌就得出这个了啊！哎喂，哎好，这交给你了。多漂亮！中鱼，武昌。啥呀？这一蹦蹦蹦，漂亮！正经的，这个武昌个可以哈。接着吧，有了。吱吱吱的，毛的是吧？毛的，老伴儿，这回过来，看看接的口那个，他拿嘎吱窝接的，啊，拿嘎吱窝接的，小帘子放生，这是个帘子，是武昌啊。这个帘子完了以后，它就是武昌。中鱼。啊？还是小帘子。哎呦我天哪！连杆儿啊！我中鱼。阿姨，小帘子呗。你也是个不正经，我是你正经人呢。那武器他也是个不正经。你看他那底下接住了，软木二小不说不行吗？又一个这个也是，哎，也是荡荡蹦两下蹬两下的哈，蹬，哎呦，这个大里边的，我天哪，啥呀？大帘子，大帘子呀，啊。双尾，不对儿，哎，这没有六项目，六项目双尾，我天哪，双胞胎，这怪有一套，我操，头一回，那钱，头一回帘子打双尾，哎呀，哎呦我操，今天你这一杆都对你得掉一晚上。你那一晚上掉俩小帘儿，这是金田坑鹳啊，这绳是好使，呵呵，比棒子豆好使，还打频率吧，一个是这个饵的状态调好了以后，完了打频率，自己配的啊。一共钓了八条武昌啊，有最大的有差不多一斤，小的三四两，就这么情况啊。这个地方，我是不是太愿意在这玩啊？所以说当了个帮手啊。过几天啊，再重新找个水库啊，干大的。